黄疸不退解白便，恐是致命疾病缠身。一个月的孩子肤色真的就黄的跟香蕉没两样，我就赶快再拿另外一个大便颜色卡，结果妈妈挑了一个淡淡的白色，就表示这个胆汁有异常，安排她去医院做检查，结果发现她的疾病叫做胆道闭锁，曾经有人拖太久，到两岁之后肝硬化就死亡。今晚四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